啲話正嗰啲嘢。我哋去馬場洞食燒肉，正啊！正啊，系啦。誒，但係點解我塊面咁樣嘅？我哋試一次買豬仔睇下究竟點樣先可以買到一啲韓牛係 OK 嘅。我諗兩個 friend 去買，咁咧就由佢哋買，跟住我另外一個 friend 揸機，我唔出聲企喺側邊啫，乜都唔做。咁啊，睇下究竟我哋喺唔講韓文嘅情況底下，究竟會發生啲乜嘢？而我哋錄到嘅韓文係啲乜嘢？嗱，我唔係要 challenge 啲韓國人喎，可能呢度係顧客知道咧，得罪人啊，梗噶啦！我本身都係一個老粗嚟噶嘛，你咪冇睇過噶、啊，一於咁做啦，我哋嚟，好嚟 ，Let's go！係咯，喂，八萬幾又唔係好貴喎 ，five people。I recommend this one。係啊，頭先嗰個靚啲啊。Hello， 이건데睇埋中間先咯，啊，同埋 thank you， 同埋咧，我上次嚟食咧，佢係有刺身牛餸噶，即係有生牛肉餸咯。阿迪話正嗰啲嘢啊！喂，好啦，咁你究竟覺得邊間係盒飯員？邊間盒飯員？就買嗰間，我中意頭先第二間。第二間啊，嗰邊揀第二間。你哋兩個咧？咁另外就仲有就係，其實佢哋全部都一樣價錢，所以我冇得講。おに刺身、刺身、刺身、刺身。刺身 ，OK， free， yeah, give, only which one free, okay, but sashimi， I want sashimi， 即系 total 廿一万，呢度讲价 ，only student。我想看看他究竟送些什么，次次为什么我特登都不会在这些地方买呢？他次次说送那样东西都不是那样东西。这个是什么呢？ What is this one？ Okay. 那他那间餐厅不是即是说不是我们有得选，没得选咯。仆街咁啊，即系冇得拣啦！冇得拣餐厅噶，系跟佢哋合作嗰啲噶。梗系唔系啦，屌！我可以买完之后去第二间噶嘛。咁你而家同去西贡俾人啄有乜分别啊？我屌你啊！呀，这边三位，这边两位。那我都没认识。是两边吗？是两边，这边三，这边三位，这边两位。
来装纸疗程。你们赶紧吃这个。这个九点，九点半。那为什么要？九点四十，九点四十下班。屌你老尾！你叫我上嚟，跟住你又要我九点四十五分走，咁你唔肯同我讲？好嬲啊！嬲死咗。好啦，我想讲咧，我而家有少少唔开心嘅，因为咧，你可以话我晏咗嚟，但系个问题系，我买完你就带我去一间餐厅，但系嗰间餐厅我哋而家九点到，你同我讲间餐厅九点四十五分就要收，咁我觉得唔 make sense 嘅系，你应该一早讲呢件，我未坐低你就叫我快啲食，快啲食食完走咁，我点解要嚟食先？咁但系 actually 咧啲肉系靓嘅。不過咧送的依個咧就其實係比較好，咁啊大家要知道佢送曲嘅咧就唔係普通，即係你諗住嘅韓牛牛胸，因為韓牛胸其實好貴嘅，咁就算啦，依個唔緊要，不過最緊要，我覺得大家嚟買嚟買嘅時候唔好太夜咯，早啲嚟食咯，咁就唔會好似我咁呢啲，我咧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咧，我係好中意好夜先食飯嘅，咁變咗咧依個係一個。比較上我自己唔啱嘅地方，我亦都覺得好肚餓啦。咁嚟到嘅時候，佢俾個資訊我就係、是、你係咁講我食，咁我點解要咩？我唔開心啦。我哋食咗嘢先。我哋有菜福啦，西芝西啦，跟住又有沙律啦，個菜福咧。超好味！呢個係做咗濕色熟成嘅牛小排，食埋個肉眼先。这个濕色熟成是 OK 的，这个真的很美，这个做得挺好的，加上去做了应该是做28日的嘛，28日做完之后呢，你看到它的血水都还留在这里，咬下去是真的甜的。跟着呢我现在吃着这一块是，但它这一块呢是 很饱满，很咬下去呢很弹，超正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的，不是饭有啊。我们没有教啊，我们教饭。所以其实我现在是肉好吃，个服务最不好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的人不出声就乱咁俾嘢。听我再吃过。我跟你说你没给我，这个你没给我。我想跟你说我们刚才买了21万元，其实吃完晒，真的吃完晒。17万元是啱啱好四人份，我觉得不需要。咁我哋基本吃埋晒啲嘢，咁成餐饭25万抵嘅。不过都是那句，扑街，可唔可以唔好叫九点入嚟，就叫我9:45走？我而家好捻嬲，净系嬲依样啫，冇嘢。好啦，咁啊，想讲翻咧，其实成件事咧，我觉得咧，真系。去嗰一刻係超嬲嘅，因為咧你賣肉嗰個俾我，你話俾我聽，我9:00嚟賣肉，喂你冇乜時間。咁啊，第二件事咧就而家嘅馬場洞，好似就係你喺邊一間鋪頭度賣肉咧，佢就會有一間餐廳俾你去，佢哋係連帶關係嘅，咁大家要小心呢樣嘢，即係好似以前。哦，買完呢、這個，求其你去間餐廳嗰個冇咗啦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就係千祈千祈唔好太夜去。好似我呢啲咁鬼死夜嘅人咧，去咧其實麻煩。咁啊，令到咧，喂，佢同我講得45分鐘，我見嬲咯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啲豬排骨 baby back ribs 嗰啲咧，佢哋其實咧上邊啲爐咧係唔俾你燒噶，嗰啲係俾你買走，但係咧唔代表你可以喺。上面那些烤肉餐廳度燒的，咁大家要注意，唔好買 baby back ribs。記住就係、是，依、這個對我嚟講唔係一個非常好嘅經歷，因為入邊啲都係經過我上去講完之後咧，其實佢哋都知道，哦，原來唔係咁嘅，咁都好啦，都明白嘅。咁如果有得揀嘅話，其實去馬場洞係一個
experience 嚟嘅啫，即係哦，我哋好似去西貢買，好似西貢或者鯉魚或者其他地方買海鮮，跟住拎去整加工嘅同一個道理。不過佢哋一定會有連帶嘅餐廳，咁啊記得咧就早啲上去。咁但係有樣嘢，我就覺得馬場嗰啲韓流咧，今次去咧個價錢其實就真係唔貴嘅，expected 係同你在香港吃是差不多價錢，所以我覺得都非常好。咁啊，仲有就是咧，我唔記得咗影 video。不過我之後嗰日咧就上咗去南山啦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有睇過有套韓劇叫《Moving》咧，咁就講緊呢個韓國炸豬扒。咁韓國炸豬扒其實係一個洋食嚟嘅，即係咧日本人帶入去嘅一個洋食。咁佢嗰度之前咧有一間叫 101 嘅通吉，如果你有睇過有個叫 Thank You 嘅YouTuber 咧都有講過，101千祈唔好去，因為101咧就係個業主租咗俾佢，見佢好生意，咁啊踢走咗佢自己做過。60几蚊一個炸豬扒飯，個飯好似好細，但係食完咧可以加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嗌咗兩款雞條豬扒，第一款咧就係original雞條豬扒加 A1 sauce， 另一款咧就係芝士，你睇下嗰啲拉芝高度。所以記得有時間自己行上去南山，喺明洞上嗰邊嘅南山。在個纜車站隔離嘅啫，行過去3分鐘，咁你可以食到噶啦。咁啊，多謝曬大家睇依條片，下條片見，多謝曬，拜拜。